众所周知，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这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首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台。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乓台指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卯年生人，性质温和，而事业有要交好，进步一好动，缺乏自律决断，致使遗失了好机会。但富有背叛心，而终有情长，浪费金钱以为事业上多情，屡次失败，此人色情真面，身至物招一生的不幸。宜应谨慎之兔年生的人，敏感记忆力强，有慈悲心，守秩序，坚持谦让，沉静孤立，审美不渐渐衰微之兆。所以前面应积俭以待老年之用。卯年生即属兔，据说兔子也在卯时清晨50至70半斜休息。依据动物奇观记载，狡兔三窟，白天兔子吃草，很重视警报，时常在长颈鹿下吃草，当长颈鹿看虎豹来时就跑，而兔子也就藏起来，所以兔子从来没有被虎豹吃掉的记录，除非警报判断错误再躲进，入学时发现会被捉到。所以冤枉的冤，没有学的您说冤枉不冤枉。属相兔之人小财，你一个蛋从不沾人，连假日子或作业上都比较争强好胜。到了8月6号起，先是运势红倒流，由后出门撞横财，若能掌握住此番好运，红红火火发大财，富有难挡。别的属相兔的他们，未来3个月财富造化就要降临，机会处处都是一起要留意的事，钱要赚，可是身体更要认真对待，信任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番经历之后，日子充满希望，属相兔的朋友深谙做人知道，十分重视自负，好面子。8月6号命宫的月德吉星庇佑，到时运势逆袭，在吉财气全面开花，假使掌握住好运，一辈子衣食无忧。另一方面，属相兔之人往后2个月在作业上利于开辟晦气，守成一起要留意，可以将个人兴趣爱好和作业结合，信任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经过一番经历之后，日子令人羡慕，属相兔的人性格外向，看上去比较开畅，思想活泼，一起特别会用甜言蜜语去哄爱人高兴。8月6号开端财，天官的福财吉星庇佑，到时候天赐龙运外财，不计其数，财神爷支持，横财大奖不断，出门见喜。别的属兔之人要多结交一些益友，可以带旺本身运势，能协助本身不出几年富有盈门，贵命事业。8月的命程运逢三合，留意掌握作业，本月逢三合贵人星，作业发展快多，会呈现一些挑选机会和发展空间，财气收成丰盛，兴隆比较有利，只不过在挑选上需稳重，应多做调查，切不可盲目下结论，呈现错误判别，从而影响本月有利运势。感情上也会存在挑选性，已婚者需留意桃花劫，未婚者则需留意宅人，以防进入小三的部队。财气本月财气虽旺，但不宜有过大的出资，即便是恰当出资，也需求进行多方面调查，三思而行。健康运大吉，对错留意挑选，以防你本身判别失误而招惹烦恼。属相兔的朋友在恼气的时间里被霉运困住底子，没有办法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整个人的决心受到了冲击，没有半点精力。未来一周里他们好运连连，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往无前，没有任何的曲折。除此之外，偏财气极佳，横财遍地址，需弯下腰就能收成，横财财路大开，掌握好这次机会，注定大富大贵，财帛不缺。8月人面桃花相映红，简单邂逅那个令他们怦然心动的人。属相兔的思想和干事方法都比较独特，可以遇到的桃花也必定是懂得了解他们的人，这让属相兔高兴的有点手足无措，只需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魅力十足就可以了，等候收成甜美的爱情吧。属兔的人全体运势不算太差，但近一段时间却没有遇到什么好运，求财之路也是处处受阻，这让属兔的人倍感懊丧。6号起横财不断，喜事临门，日子中的喜气连绵不绝，咸鱼翻身，大逆转接财，接喜财富连天。属相兔在8月份会有很好的异性缘，不管是身边人是作业的朋友，或许坚持喜爱属相兔好久的人，大概在8月份属相兔会向他表白，至于桃花运吧，追属相兔仍是从朋友先开端吧。属相兔超级没有安全感，并且留意细节，所以喜爱属相兔的人请不要疏忽这一点。财引小吉本周流年大利，除了在正财上有体现外，偏财也很好，偏财上有贵人相助，在以往的基础上可考遇过大投资规模都很容易成功，且回报不足。事业小吉本周工作上你努力进取，工作效率较高，是一个创造成绩的时间段，坚持必会有所收获。爱情中平本周恋爱之中的男女爱情无增有减，如果你是单身人士，有机会结识到新异性，若不能把握时机则继续交白卷，只能耐心等待
下一桃花运了人缘，小熊本周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也容易生嫌隙有问题，注意要多沟通，耐心细心，为上策免得让矛盾加深越来越严重。祝愿属兔的朋友也请你们替你们身边属兔的亲朋好友送上祝愿点亮并转发转发位。